利亚的诞辰，因为正义的太阳，我们的主基督由他而出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今天我们庆祝圣母玛利亚的诞辰，虽然我们今天圣母的诞辰，可是今天的读经福音都会提到耶稣基督的诞辰。圣母玛利亚非常谦虚，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天主，为他服务。在今天的读经一，我们会听到关于耶稣诞生的地方，我们也想到从东方来的先士们，他们要拜访刚出生的耶稣，他们问何洛德，刚出生的国王在那里，何洛德就问金士们，金士们就找到今天的读经一，弥该亚先知这一段读经，这是整个旧约里面唯一的提到耶稣就是墨西亚诞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希望我们跟金士们还有跟圣母玛利亚若瑟一样，在圣言里面找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圣言我们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道礼，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天上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出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出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最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基仁慈的父，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恩宠，童贞玛利亚的怀孕生子是人类救恩的开端，求你也因我们庆祝他的诞辰而赏赐和平于人间。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
米该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厄弗拉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城镇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生，来统治以色列。他的来历源于亘古，从太初就存在。因此，上主将遗弃他们，直到那孕妇生下一个儿子，然后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与以色列子民团聚。他必卓然屹立，以上主的能力和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牧放自己的羊群，他们将安享太平，因为他必大有权势，直达地极，他本人将是和平。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上主，我仰赖你的慈爱，我的心灵因你的救援而欢乐。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我要向后代我的上主讴歌，我要赞颂至高上主的名。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童真圣母玛利亚，你是有福的，配受一切赞颂，因为正义的太阳，我们的主基督由你而出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就打算秘密与他结出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忽然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大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他的名字为厄玛诺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我准备今天的圣道礼，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是圣神的灵感。我特别注意到福音里面的一个词，考虑，这是在马窦福音第一章第20节，
就是这句话里面，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等等，考虑，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考虑，我们都会考虑一些事情。可是我开始查这个词，也查在原文的圣经里面也看一下那个希腊文的字 ，entumiomai。其实没错，就是考虑的意思。不过我很惊讶的是，这个词在整个希腊里面只出现两次。我以为圣经里面的人常常会考虑一些事情，结果这个特别的词，这个希腊文的 entumiomai， 就是可能是因为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字，出现两次而已，在整个希腊里面。所以我想，这个表示若瑟也是很特别的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哦，其他的人可能也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问题，一定有。可是也许若瑟他用的考虑的方式比较特别，我相信是这样。反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若瑟这个人真的非常特别，他完全没有讲话，可是是非常伟大的圣人，因为他会聆听，他会听天主的话，即使整个圣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特别，圣母玛利亚，当然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希望我们今天在庆祝圣母玛利亚的诞辰，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做很特别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的。也许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是因为我要学习若瑟玛利亚的态度，可能要少讲话，要多聆听天主。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我们却已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背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恩赐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今天也是我们修会圣年会创立的日子，我们今天庆祝148岁的生日，愿天主降福我们的修会牧灵扶创工作，特别赐给我们本地的圣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圣道里里程，我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Oh.